退弹夹，检视弹膛里面有没有。基隆警察局桌上摆满大批的改造工具，改造手枪一把，子弹十一发，全都是庄姓男子所持有。九合一选举前，警政署执行全国大扫黑，警察局刑大侦二队前往新竹县，查缉23岁庄姓男子涉嫌拥枪自重，警方还在住处意外查获他涉嫌种植大麻株。那为了净化选前治安，防治帮派以暴力介入选举，那基隆市警察局刑警大队侦二队与侦三队共同侦办。那在10月24日跨辖到新竹县，那查获庄姓男子违法栽种大麻案，那并且当场查获持有具杀伤力改造手枪一把，还有子弹11颗，那另外还有大麻种子等相关栽种大麻的物证。那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，还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。那因应选举将届，那基隆市警察局将持续的强力查缉枪毒。选举进入最后倒数，警察局强调将会持续的强力查缉枪毒，不容许不法分子用暴力介入选举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